米粥。一行两万字三卷吗？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好，是怎么对白这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要去拍摄，不知道拍摄什么。现在先等车。小辫子，白的。来，你拿给那个收银员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长袖有短袖，这是短袖。所以您就牛仔裤、衬衫。衬衫啊。可以。那就换你了。可以。那您等一会儿，不用着急。你说他是穿白衬衫还是穿黑衫？白衬衫是有图案的吗？没图案。这道具要吗？这什么东西？笋干。笋干哦。跟我们平常吃的。我挺好吃。这是哪里的？哦，我们家里。就是四川四川泸州。还有这种干的呀？有。这个新鲜的菜干。还这么一件。等一下，等弄点回去试一下。啊，这个是用水泡发是吧？对。嗯。那这样。就先吃点这个，这个先不要它，这个要。然后头稍微长一点，嘴巴放松，低头，下场，使劲往下场，对，就好，然后手捏下来，对，然后再看看这个就要，好，再看我捏，好，眼睛看我，开心。还有四个大块拘谨呢，因为四宝没来啊，这个。有必要绷起来，还有就编起来，然后把你编上。稍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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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好，你这边呢？跟上，气死我了。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的方式？